恐龙啊！呀，恐龙背上有尖尖的刺刺刺 ，It's very sharp， 刺刺刺刺刺。好的，那现在大家，紫色，紫色，什么颜色是紫色？我们画个恐龙的尖刺刺刺刺，刺是什么样子呢？是。过去德，过去德，还记得吗？过去德，过去德。好的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呀，过去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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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那这个小恐龙是橙色，换个颜色，橙色，橙色。那个颜色是橙色呢？对了，橙色。那这是小小的恐龙，背上也有尖尖的刺。哎呦，真小！尖尖的刺刺刺刺。我们画个过去格，过去格，过去格，过去格。啊，对啦！大家画了过去格，过去格呀，小恐龙，大恐龙，小恐龙。恐龙，大侠，你喜欢恐龙吗？怎么说？我不喜欢恐龙呀，大侠不喜欢恐龙。不过呢，大侠喜欢小猫。好啦，那你们画了恐龙了吗？恐龙背上有个尖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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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尖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画个小猫，小猫也有个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耳朵。好的，大家，红色，红色，哎，红色，红色，红红红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第二个小猫的耳朵是红色。好的，大家画个耳朵吧。耳朵，耶！耳朵也是波曲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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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小猫的耳朵。那现在第三个小猫，黄色，大家看一下，哪个颜色是黄色？呀，黄色，黄色，画个。波曲折，波曲折的尖尖，哎呦 ，very sharp， 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耳朵，这不尖呢、啊、？This is not sharp enough。对了，尖尖的耳朵。那第四个小猫，喵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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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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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画个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耳朵的形状就是波曲折线，波曲折线，波曲折线。哦，大侠，可爱的小猫。那这里呢，有个另外一个小猫，它的颜色是棕色巧克力，棕色。巧克力呀，棕色巧克力，拿棕色，棕色，棕色，第一二三四五，第五只小猫，小猫的尖尖的耳朵是棕色，涂上棕色颜色，棕色，棕色。那最后一只小猫，大家看一下，最后一只小猫。它的鼻子什么颜色呢 ？What the color of the nose？ 是粉红色，粉红色。最后的小猫，最后的小猫鼻子是粉红色。那大家准备好粉红色的彩色笔，画了尖尖的耳朵，耶！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大家有几只小猫呢 ？How many cats？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小猫。好的，那大家要跟小猫说再见，小猫，再见，小猫，再见，恐龙，再见。